今天我没带手下来，跟我干吧，以后你可以当寻州的二把手。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。我要你死。想要我死的人现在都死了，而我还活着。不要那么容易认输嘛，站起来继续打。我们俩都一样，失去爱人和儿子，我们活着为了报仇。但是我比你可怜，我的老婆有了别的男人，我的儿子他也讨厌我，那是我的亲儿子。从讨厌我到想要杀我，如果杀了我，你以后会怎么样？报仇，让你变成不一样的人。这就是寻州的魔力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全杀我呀！站起来！你杀人是为了你自己，就是为了保护我最爱的人。我不是你，些真相，别被那现实推搡，别幻想内心的海浪，输赢到最后怎指望当下。